Hello, I'm Christina and welcome to Raise a Pop. Today we have Taiwanese singer Genie Zhuo on the show. Now the bubbly singer sheds a cutesy image and is embracing her newfound sexiness. Genie is a little shy about acting sexy and grown up all of a sudden, but is slowly enjoying the process. Wanna know how much she's willing to bear at this stage? Well, the answer is here. 你的性感的极限是哪里？你能裸露到什么程度？我知道你在 FHM 的 cover 是裸露背嘛？这是底线吗？还是还可以再多一点点？已经是底线了，因为在那件封面的时候，我花了很久的时间走出厕所。我做了那个安全措施，我又贴的又绑的，然后很怕它会穿帮，很怕它会走光，所以出来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两只手都是这样夹紧紧的 ，OK， 完全就是动只有这边在动而已，其他地方都完全不敢动，因为很怕走光。是，那你觉得拍性感照最难克服的是什么？最难克服的，我觉得是你穿的很 sexy， 然后布料很少，但是你的动作很难。要凹来凹去，光踏走光，对，要凹来凹去啊，然后要很延伸啊，然后我觉得 model 真的很厉害，对，真的，他们非常的，给他们掌声鼓励，真的太强了，因为动作什么都做得很漂亮，然后很极限之外，但是看起来很美。是，那这个文轩觉得自己最性感的部分是哪里呢？最性感的部分啊，可能是嘴巴吧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嘴巴上有一颗痣，这里，哦，就是在中间，对，在这边有一颗痣，然后，摄影师就会说，那有因为有痣就要把它凸显出来，所以嘴巴要微张，感觉很可口的感觉。哦、我听到摄影师在形容的时候，我都觉得，很不好意思，对。那么呢？你觉得，你自己呢？最性感的身体部位是什么？最性感的身体部位啊，我想应该是脚吧。对，大家都一致认为哦，你自己也是这样子觉得。就是可能妈妈把我的双脚伸得非常的匀称。对，而且你很高挑。其实我不太高我才158而已。是吗？可是感觉上你很高。因为可能穿高跟鞋，然后还有衣服的搭配起来，看起来比例可能会觉得好像比较高一点。对，你怎么保持你这种健康、活泼、性感的这种特质？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每个人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当你在爱别人之前，你在喜欢别人之前，你要先喜欢上自己，你要先爱自己。那当然，在这个中间，你就会去做很多的保养，去做很多的对自己好的。可能去锻炼啊，然后让自己的体态看起来是很 OK 的 perfect。是，对。那文轩，除了你之外，你觉得娱乐圈还有哪位女星，最有这个性感活泼的，就是青春式的这种性感特质？还蛮多人都是的嘞，例如说像徐若瑄 Vivian， 然后或者是说像她是甜美，王心凌她也是。对，她也就是可爱，然后她也就是看起来哇还蛮可口的。对，其实很多女生都是，她就是有可爱、性感，甚至是就是很辣的、很有魅力的。对，我觉得像蔡依林，她就是很 sexy 的。对，那我们比较属于可爱的部分。对，不会啦，我觉得你很青春，也就有你自己的性感的味道。Up next, our cutesy sexy girl had a hard time choosing between 修罗、Wilbur Park and Leon Williams.For, we'll find out in the next clip.